这位客人，本店不欢迎您。小欧不在吗？在不在，好像也不是您该关心的问题吧。喂，头儿，你前女友在庆都支队楼下坐着呢。哦，知道了。 你可以走了。哎呦，哎，我这老腰都快熬断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程瑞敏，这案子没有查清以前，你最好少拿有色眼镜这么看我。你别以为自己怎么回事儿。这两天啊，你好好反省反省，你好好想一想怎么补偿我。 严慎的事儿，我不会插手。但二儿子的死，我一定会查个明白。我也愿意配合你。这等严谨啊。 别在这儿坐着了，去我办公室吧。不用了，我就在这儿等。刚才路过，给你带了杨枝甘露。谢谢，我不饿。没关系，我现在特别喜欢喝这个，那我自己留着。小。 别等了，严谨今天应该出不来了。一会儿我一定会等到他。希望吧。 赵廷辉，不管当时我们俩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手的，但那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就算严谨今天他出不来，我也不会悔婚的。就算他是杀人犯，你也无所谓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严谨他不是杀人犯。跨年夜当天晚上是星期一，你俩做试验那天也是星期一吗？你就真的那么肯定啊？ 你们的试验就那么完美吗，媳妇儿？你没事吧？ 没事儿，赵警官，你现在可能特别失望吧？我也能理解，这段日子的努力又付之东流了，搁谁都不说。还有啊，以后不要骚扰我们家小欧了，记得过来喝喜酒。能不能喝上喜酒我真不知道，但我清楚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一定是你被捕的时候。嗯，走吧。 你怎么把人给放了？严谨并没有教唆严慎作伪证，更否认了自己杀孙佳玉。除了吃毒人老黄的口供以外，我没有任何可以指认严谨杀人的证据，只能放人。你是真不怕他兄妹串通一气是吗？那也需要进一步的核实。 严谨和老黄的口供绝大部分是吻合的。
但是在关键信息上有所不同，就说明他们两个中间有一个人在撒谎。那你就认定撒谎的一定是老黄，严谨就是清白的吗？老程，办案子可不能感情用事啊。兄弟归兄弟，案子归案子，我拎得清。老赵，案子越重大，调查就要越谨慎。究竟是严谨撒谎还是老黄撒谎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。严谨天天在咱们眼皮子底下，而且马上要结婚了，他跑不了。给你了。那严深会被判几年啊？乐观的话，至少三年。都是我害了严深，当初就不应该让他卷入这个案子。我现在都不知道如何面对我爸我妈。你知道我现在最难过的是什么？严慎当时也一定认为是我杀了儿子，所以他才被迫走上这条路。那现在陈大哥相信你说的话吗？他呀，看他那个样，半信半疑吧。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我相信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。对了，赵廷辉刚才跟你说些什么？他还能说些什么呀？来来回回就那两句话，一点新鲜玩意儿都没有。汤有点凉了，我去热一下。咱喝盛一碗，剩下的饭留着明天炒饭呢。爸爸，干爹最近怎么不来咱家了？他忙。是你爸有病，得罪你干爹了。你怎么得罪干爹了？干爹多好啊！你当着孩子面能不能别乱说？吃饱没？去爸玩去吧。吃饱了。嗯。你是哪根筋搭错了？你已经把严慎弄进去了，严家没怪你就已经够不错的了，你现在把严谨当敌人，他怎么可能杀儿子？我还没吃饱呢。没吃饱活该，回屋面壁思过去吧。早知道就不买了，现在大着肚子穿什么都不好看。你生完孩子不就不能穿了吗？到时候不就过时了吗？算了，给小欧穿吧。嗯，小欧穿上应该不错。生气了？怎么这么没礼貌呢？方姐是你叫的吗？叫方阿姨。她让我们这么叫的，她说这样更像朋友嘛。方姐为什么生气啊？你以后别总是夸小欧阿姨，不然方姐会吃醋的。哎，乐乐，就是小欧阿姨跟方阿姨，你更喜欢谁？
你跟严慎的实验是有漏洞的。跨年夜当天晚上是星期一，你俩做实验那天也是星期一吗？媳妇儿，在哪儿呢？我在店里呢。叔叔阿姨怎么样？不太好，我妈刚吃了降压药睡了。你吃饭了吗？还没呢。你先照顾好叔叔阿姨，不用太担心我。让一下。怎么了？我还有急事，我先挂了。喂。这次是你主动约我的，就不算我骚扰你了吧？既然你打破了我的实验，为什么不直接抓严谨？我之所以还没有采取行动，是想找到更直接的证据。严谨已经在我手上跑过一次了，我不会再有第二次。
就算时间被打破，也说明不了严谨杀了人。那当然，可同时可能性也大大的提高了呀。只要我能够找到分尸现场，就一定能够找到严谨杀人的有力证据。放弃吧，小奥，严谨迟早会被捕的，你何必把自己的幸福赌在一个杀人犯身上呢？谢谢你的提醒，这是我们俩私下最后一次见面，各自保重。北少廷会推翻了，赵廷辉之前不止一次提醒过我，说试验有问题，我总觉得他在故意给我放烟雾弹。直到今天那扇门被打开，我感觉整个天都要塌了。所以你就怀疑是严谨杀了人？我当然不会因为这件事怀疑他，即使没有这个试验，我也相信他是清白的。我只是担心严谨会因为这个再遇到麻烦。这严胜刚出了事，如果严谨再被冤枉，他父母真的承受不住的。小欧，这事儿没你想那么严重。如果赵廷坤手里有确凿的证据，他早就把严谨抓了。别自己吓唬自己。这一次不一样，我能感觉到赵廷辉已经认定严谨杀了人。他之所以没有行动，就想再等一个关键的证据，一个抓了严谨就可以给他定罪的证据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应该告诉严谨，没准他还能想出来什么相对应的措施来。我不是没有想过要告诉他，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想连累我的。那你就打算这么自己扛着？小王，我知道你深爱着严谨，干嘛要为难自己呢？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，即便解决不了，也能让你心里舒服一点啊。不必了，我现在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我们的婚事。行，既然你决定了，我全力支持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密的。谢谢冯大哥。
头儿，所有举报的地点我们都去过了，但是没有我们要找的焚尸现场。你怎么了，头儿？我没事儿，就有点不舒服，睡一觉就行了。不行啊，头儿，现在队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倒下了，你可不能再倒下了。走，我们上医院。媳妇刚送过来了，慢点。给我谢谢他。不客气。哎呀，这一个人演的时候还凑合，是不是身体病了才发现还是有个伴好？哎，行了。别说李晨没用的了。严谨现在什么情况？他每天就跟纪晓鸥腻在一块儿，忙活婚礼的事儿呗，没什么异常。头儿，我还是那句大俗话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咱也不要强求。姑娘多了去了，比纪晓鸥好的一刷一大把。行了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这汤留下，你走吧。不行。我今日任务就是伺候你，我用得着你伺候我吗？赶紧走。好好，我走。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。汤给你搁这了。回来了，去哪儿了？去我爸妈那儿了。坐。不是说好一起减肥的吗？这一阵子吃素给我吃的快抑郁了。今儿说什么得开一次荤，不介意我提前答应了吧？哎呀，就你这味儿，人家以为我这以后改火锅店了呢。料给你调好了，吃吧。那我就大开杀戒了，反正明天就领证了，长再多肉你也得受着。喝一杯啊。
祝我们明天领证顺利。哇，爽！小欧。嗯。咱们俩分手吧。你又出什么幺蛾子呀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为什么？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应该就在武家地库一层吧？后来你又去见了赵云辉，你别误会啊，我真不是有意跟踪你和赵云辉，是我不小心撞到了。其实那天从禁毒支队出来，我就发现你状态不对劲，直到今天我看到你电脑里新的路线图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在一审时做的那个实验被赵廷辉给推翻了。我知道夏雨的案子一直堵在你的心里喘不过来气，这后来又发生这么多事儿，你怀疑我也正常的。我没有怀疑过你，我是不该骗你，也不该瞒着你去见赵廷辉，但我从来就没有质疑过你。就算赵廷辉把那个实验给推翻了，那又能说明什么呢？我知道你不是那个凶手。赵廷辉他有理有据，就算你被他影响也很正常。行，我没生气。我生气，严谨，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一起经历这么多。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坚定吗？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誓言被推翻，是因为不想给你压力，更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咱们的婚事儿。但是赵廷辉他根本就不会轻易的放过我，你就不怕他有什么新的证据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觉得整个事儿特别奇怪吗？人不是我杀的，但所有前前后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，凶手又不是刘伟，那会是谁呢？现在就连二子的死也关系到我，真的什么都想不明白，就觉得眼前有一个黑洞在等着我，指不定哪天我就坠入其中，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小，我真的亏欠你太多了，我不能再连累你。什么亏欠啊？什么连累？你把我们的感情当成什么了？你是怕赵天辉哪天来把你抓走了，怕我落单了，你害怕了是吗？你说话呀！怎么还不明白？我不是所有的坎儿都能过去的。夏雨他死在我家，那说明凶手是冲着我来的，他不是要杀我，就是要嫁祸给我，肯定还有更多不利于我的证据在等着我，你何必趟我这滩浑水呢？谁让本姑娘爱上你了呢？就是死，我也不怕。还是那句话，真被戒指我戴上了，就不会取下来。吃饱了吧？吃饱了赶紧回去面壁思过。我就当你是喝多了说的胡话。听不见我说话呀？明天10点，不见不散。
赵队，发现什么了吧？目前什么都没有。赵队，突案的表面有二次被分动的痕迹，被二次分动过。对。战宇的死亡时间距离分尸相隔了20个小时以上，那意思就是说先把人埋了，第二天又给挖出来再重新分尸的。这严谨心里是有疾病吧？ 喜欢虐尸啊。等等，我看一下。 今天不是应该跟小欧领证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今天临时有事儿，赶明天了。什么事儿比领证还重要？定好的日子怎么说改就改啊？哎，这会儿你就不要操心我的事儿了。咱们俩好不容易见一次，还不得让我关心你一下？你起来，让我看你瘦了没有？我挺好的，不用担心。爸妈怎么样？都挺好，不用你惦记。 这两年，就辛苦你多陪爸妈了。叶晨，是哥对不起你。别这么说，你那次不是提醒我了？小时候你嘴皮子笨，我闯的祸都赖在你头上，这次就当还债了。只要你好好的就行。你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？
子不是我杀的，真凶另有其人。我相信你，也相信你一定能查清楚。对不起，哥，你别怪我那么想。你知道的，我不会。只是我这个当哥的太不称职了，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惹麻烦。要不是我摊上这么两个案子，你不至于沦落成这个样子。什么沦落不沦落的，你又没做错什么。所以你因为战宇的案子去见我，当时心里是不是特别崩溃？废话，崩溃极了，都想跟你断绝兄妹关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和六年前不一样，我一直都相信你是无辜的。不说这个了，你婚礼准备的怎么样？差不多了。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参加不了，记得多拍点照片和视频给我看。嗯。真的是因为有事儿才推迟了领证时间？不对，你是不是跟季晓吵架了？没有。严谨，是你推迟了领证时间，还是这个婚你压根儿就不想结了？是赵廷辉把一审的誓言给推翻了。为。